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涯共此时》节目，我是主持人桑晨。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号称天下第一名刹的少林寺。那我想听到这三个字“少林寺”，它真的是威名远扬啊！因为少林功夫早已经是名扬天下了。这想必大家一定非常的期待，能不能让我们目睹一下真正的少林武功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少林武僧团的成员为您带来精彩的功夫展示。过了这么精彩的功夫展演之后，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大饱眼福啊。那接下来我就要为您介绍今天我们到场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了。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就是少林寺的方丈释永信大和尚。您好，欢迎您。哎呀，刚才啊，我觉得各位师傅的表演啊，真的是让我们大饱眼福啊。我知道咱们这个少林武僧团呢，现在也是到各地去展演，而且他们当中啊，可以说个个都是高手，有的我听说是多次获得了世界武术大会的金奖，还有很多呢也是应邀多次到世界各地几十个国家地区啊去进行表演，是广受好评。那能不能给我们刚才的表演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因为少林功夫是少林寺的一个传统，它伴随着少林寺这种传统已经有1500多年历史，所以少林功夫现在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少林寺深重，自古以来有参禅习武、习武参禅的这样一个习惯，所以近几十年来，大家为了强身健体，增加人的体质，去选不同的运动项目，大家普遍认为这个少林功夫是比较好的一种运动项目，并且呢，它的有一定的欣赏价值，所以少林寺近几十年在世界各地的交流就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那少林寺常住僧众300多人，每年走出去的僧众人次在400人次以上，每年来自世界各地到少林寺学功夫的，世界各地的学员也成千上万人。所以少林寺也是弟子遍天下了，是吧？所以少林寺跟世界上百个国家，都有着互动，就是在功夫、禅修这两个方面都有所互动。因为功夫呢、禅修都不需用语言，都是用肢体就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切磋。那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表演，大概是属于我们少林功夫的哪些套路呢？他们的特点又是什么？那么今天这个表演呢，是少林寺年轻的僧人，他们在少林寺练武多年，主要以这个武术套路、武术器械为主，有这样这么一个小型的一个表演。
因为少林功夫，现在我们这里挖掘出来上千个套路。哦，上千个套路。能练练有几百套。啊。少林功夫，有拳术套路，嗯，气节套路，单练对练。嗯。还有一些功法。嗯。少林寺可能最有影响的，少林寺的功法，比如少林七十二艺。也称为七煞绝技，这种功法，对自身修炼，嗯，辅助这种禅修，都是很有帮助的。嗯。历史上，少林功夫被认为是武林第一大流派，七十二绝技是少林武术的精华所在，分为硬功和软功。铁布衫是为了练就强硬的筋骨，增强抗击打能力，提高意志力，练习气力合一的过程。一指禅功、铁头功、壁虎游墙术和朱砂掌等等绝技的练功要旨，都在于强健体魄，兼筋肉，却内邪，御灵乳。练功之法可分为数期，最初一步先练皮肉，进而练筋骨，再进而练习各部之实力，最后练习运气。少林七十二绝技，我想可能喜欢武侠文化的一些观众朋友，平时会在一些武侠影片呢，或者是一些武侠小说里经常见到哈。那今天我们刚才也是在现场亲眼目睹一下这些师傅们的表演。我发现刚才啊，有一位年纪很小的师傅啊，哎呀，他那个用头啊翻这个跟头真的是太棒了。那小小年纪卷那个是什么一套什么样的拳法？他也是一些传统拳，因为少林寺，练拳要练功，有种说法练拳不练功，道道一场空。所以这练功呢，很重要。嗯。每天要坚持，几个小时的缓呼的训练，缓呼的练习，才可能达到一定的功夫。用头顶翻跟头，我们称它为头顶翻。头顶翻，这能把气运到头上，能达到铜头铁臂。头上不怕击打。一旦遇到冲突了，遇到跟别人有冲突的话，这身上不怕击打。这是少林寺的这种，铁布衫阴气功。是少林绝技的其中一种，他这个功夫要坚持，长时间不坚持的话，功夫会退化。练功的话，有种说法嘛，就拳无离手嘛，每天都要坚持训练，养成一种习惯，养成一种习惯之后，不训练都会着急，不训练甚至身上会不舒服。有种说法嘛，前三年人练功，后三年功练人，这个怎么理解呢？前三年你只要前面练功的时候，只要坚持，坚持几年之后，你养成一种习惯了。养成习惯之后，你要不练就感觉不舒服。是吗？就自己想动的话就会，有好的身体，有好的精神面貌，有利于工作学习。释永信，俗名刘英成，1981年。从安徽远赴河南嵩山少林寺披剃出家，法名永信。1999年8月，34岁的释永信担任少林寺第30任方丈。20年来，少林寺发生了方方面面的改变，而这一切几乎都与释永信有关。更多的人相信，是他使少林寺恢复了元气，并使少林功夫走向世界。那能介绍一下您当年在这个少林寺练武的时候，比如说您学过的和练过的大概有多少种套路的少林功夫？我刚来寺院的时候，那时候少林寺不像现在游客这么多，社会各界关注这么多。那时候少林寺呢是刚刚恢复宗教政策，刚刚恢复宗教活动，也刚刚呢有年轻人来少林寺出家学习，是那么一个年代。所以我们在的时候呢，有一批老僧人，每天老僧人就喊着我们，督催我们练功了，背经了，每天都在督催我们。我在少林寺刚来的时候也就10几岁，跟那小武僧年龄差不多，每天的话都会拿出来
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练功，其他的时间你大部分时间在后山种地。当时少林寺初改之后还分了20多亩地，大部分时间种地，种地之余练功，诵经，当时是那么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后来至今为止，您练了多少种不同套路的少林功夫？我学的套路，学的就是这种拳术、器械、功法，都算起来应该不下百套。不下百套。因为少林寺的它是一个大的功夫体系，它里边有器械、有套路、有功法。它器械里边套路、功法里边还分成门类。有练罗汉门、六合门、共门、七星门、大乘门，里边还分成好多个门派。少林拳里边号称18家嘛。我听说啊，您当年在练这个功夫的时候啊，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方法，就是背歌诀。其实咱们少林功夫啊，每一套都有不同的歌诀，说这个歌诀听起来就像念一首小诗一样，是这样的吗？是这样，是。尤其练武，要求练武之前要背歌诀。歌诀还有别于动作名称。首先是歌诀，然后再动作名称。这个背会以后才开始学功夫套路。功夫套路学会之后呢，除了体力训练之外，还要求用心练。特别不管是练拳还是练器械，必须用心练。除了练人，还要练心。心练到不动心，在练武过程中能达到不动心，以后用起来了没有任何恐惧，就能战无不胜。这少林功夫的要求。大家听过这个少林功夫的歌诀吗？没听过，想听吗？跟我们说两句行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歌诀？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说据说背会这个歌诀以后，会对你这个习武有很大的帮助。对，每套拳都有自己的歌诀。你像大家经常练的，你说这个通背拳，通背拳，大通背，金沙会掌，大虎靠山，定心标拳，二郎担山，就类似这样的。又是动作名称，又是歌诀。有些是专门是歌诀，像少林拳的，八打、八不打，少林寺84炮打化，36合上化，什么3截4烧。这类的歌诀很多，少林拳里边。跟我们解释一两句好吗？什么叫什么八打八不打？这什么意思？比如说八打八不打，有些是，致命的穴位，要求不打。就能够制胜的穴位，制胜不致命的穴位，这个要求打。我因为知道这个咱们少林武功啊，主要习武之人他是用于自卫的。虽然个个是这个功夫高手，但是绝对不会主动出击，去欺负弱者，是这样的吧？用少林功夫里，他用来强身健体、防身自卫，也用于匡扶正义。从少林功夫从这个歌诀来看，从少林寺功法来看，以防守为主，被动的进攻，它是这么一个传统。少林功夫具体表现为以攻防格斗的人体动作为核心，以套路为基本单位的表现形式。动作和套路讲究动静结合、阴阳平衡、刚柔相济、形神兼备，其中最著名的是六合原则：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最合乎人体自然结构的动作才是最合理的。少林功夫经过漫长历史的检验，不断去无存精，创新发展，形成了使人体潜能高度发挥、实为最优化的人体运动形式。那我听说啊，大师当年练武的时候啊，这个习武的习惯特别有意思。一般大家都是什么时候练啊？早晨起来？哎，有点头的哈。听说方丈当年习武的时候，一般都是天黑了，半夜夜深人静的时候出去练。而且您挑的那个练武的地方呢，好像也是挺有特点的，什么黑龙潭，还有千佛殿，包括后山的什么地方坟场。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练武的习惯？
用这个少林功夫呢，离不开信仰，离不开佛教的信仰，佛教的慈悲，禅宗的这个智慧，禅宗的这个境界，再加上这个套路的技术，拳术的技术，所以少林功夫呢，我们历史上都认为有两种传承体系，一个是人传，就是一世代徒，一代传一代，就是再一个传法呢是身传，身传是用我们的愿力，我们练武也需要用，我们需要发愿，有愿，我们认为有愿必成，任何事情，都从愿开始，我们只要我们练功之前要发愿。用愿力能成就我们的功夫，成就我们，平时学不到的套路，学不到的动作，学不到的这功法绝技，所以这个练武发愿很重要，所以我们要选择大的师承，大的师承，像中国人习惯的做事要选季节，选师承，像植物猫油都算大的师承。每年的季节，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练上几年，这功夫练上身的话，不容易退化。要选季节，要选时辰，就是中国练武的一个传统。练武之前，要有愿心，有愿力，这样的有愿必成，这样才能达到很高的功夫，很高的境界。就是先要发愿，然后再去习武。嗯，那为什么您喜欢在这种黑天半夜，包括到这种坟场很少人迹的地方去练呢？一个要选大师承，再一个呢，到这些地方练，容易集中这个身心。哦。集中身心，你半夜一个人到坟场去练，就不可能有任何杂念。有任何杂念就取不到，有任何杂念就得拔腿就跑，所以在没有任何杂念的情况下，集中心智，这样练的话又可以练一遍赶上平时练几遍，这样容易增长功夫，也练一个人的定力，练一个人的心力，这种场合练功还是蛮有帮助的。刚才您一直在讲要修身，要修心啊，也还要练这个心，也就是要达到这个禅武合一的境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少林功夫呢，它是以少林寺僧人习武为主的这么一个表现形式。这个僧人呢，出家目的就是为了修行。为了追求清净，追求智慧，追求解脱，最终呢要了生脱死，这是出家人的这么一个追求目标。练武术呢起到一个帮助作用，首先得有个强壮的身体，有强壮的身体的话，才可能全身心的投入用功办道，用功修行。所以少林寺功夫跟练武功跟参禅打坐是合二为一，所以参禅要习武，习武的同时要参禅，只有参武合一，才能够达到更高的境界，才能够了生脱死，也有不通过练武，修行很好的，这是我们相信通过练武，可能效果会更好，会更直接更快，这是少林寺的一个传统，所以少林寺历史上高僧辈出，对个人的修行。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一直都在有贡献。那么这个禅武合一啊，武我们好理解，可能指的就是这种功夫啊、武术啊。那么这个禅呢，可能作为一般的老百姓都知道，佛家都是这种参禅啊。但是究竟什么是禅？怎么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呢？现在真的有一个很权威的说法，还真没有。只是我们认为参禅呢，它是一个修行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呢，能找到人生的智慧，有了人生的智慧的话，你自然就没有烦恼，人生会圆融，没有烦恼，这样的话你追求解脱，追求这个
疗程脱食，可能就会更方便，就是会更好，我们就餐餐就是追求人生的，就要这个过程，要这个过程中的人生的智慧，通过人生智慧，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学习，像刚才您谈到少林武术的这种禅武合一，那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少林功夫区别其他门派功夫的最大的特点？因为我们这个少林功夫呢，它是，它不单单是一个武术技术，你是少林功夫好坏，不是在擂台上能够决定的，它是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在一个人的这个修持中，他的功德事业中，来决定他的功夫好坏。所以我们认为，少林功夫能够受人尊重，能够。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号召力，它与它的佛教的戒律、佛教的慈悲、禅宗的这个智慧、禅宗的境界，再加上功夫的技术，它是多个层面，这个综合体，所以这样来衡量少林功夫，我认为比较完整。他16岁出家，如今是少林寺第3世代方丈。少林寺僧众。只顾以来去参禅习武，习武参禅的这样一个习惯。作为少林功夫的掌门人，他自身的功夫又是如何？说的就是这种拳术、气垫、功法，都算起来应该不下百套。面对社会上的种种质疑，他又会如何回答？我们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他因为关心了，他在关注。他在两岸广结佛缘，要把少林文化发扬光大。敬请收看《释永信，我心中的少林》。1982年，电影《少林寺》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创下了过亿元的票房收入，而当时的票价仅为1角。从此，少林寺打开了一道川流不息的大门，到少林寺去成为那个时代众多少年的英雄梦想，而这个梦想也同样漂洋过海传到了台湾。2005年8月，首批少林武僧团来到台湾，在20多个城镇开展了短期武术表演和教学活动，吸引了4000多名民众踊跃报名。正宗的少林武术与台湾民众进行了零距离、面对面的接触。少林武僧团以精湛的武艺和整体团队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少林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广泛号召力。少林功夫一时成为全台湾各界人士津津乐道的话题。许多台湾少年也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少林功夫逐梦之路。而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在随后10年中的3赴台湾，更是让少林武术在台湾落地生根。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其实除了国内有很多这个崇拜少林寺啊、崇拜少林功夫的这种爱好者之外呢，其实世界各地也有很多的这种华人朋友，包括洋弟子哈，都到咱们少林寺来学功夫。那么咱们少林文化目前在世界各地的一个传播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少林寺近几十年受世界各地的邀请，我们派武僧到世界各地办文化中心，同时也接受世界各地武术爱好者到少林寺来学习，所以在世界各地联系还是比较广泛的，应该上百个国家都有少林命名的组织，有几十个国家都有少林寺武僧常年在那边任教。所以少林寺现在通过功夫、通过禅修来宣传佛教理念，宣传佛教的慈悲，还算是比较认同的。我们在9月7号我在柏林，9月11号在维也纳，有一个少林欧洲文化节，更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一个欧洲的少林弟子一个考功大会，截止到前几天，传过来的信息，已经有将近400人，愿意参加比赛。刚才呢，方丈提到了一个概念，我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啊？考功，知道什么意思吗？
平时做学生都要考试啊，检验你这个学习的成绩怎么样。但是我们少林的这些弟子，就是他们的这个修行的水平怎么样，功夫的水平怎么样，哎，就要用这个考功来检查一下，是这样的吗？是。具体是怎么考呢？用考功，这是少林寺的一个传统。嗯。用少林寺呢，他过去一座寺庙就是一个寺庙群。嗯。我们现在看到的少林寺，跟历史上叫少林寺藏竹院，少林寺的僧众都是在藏竹院外边的门头僧院，门头僧院外边的下院居住，最多门头僧院有18个，下院有几十个，僧众有几千人，因为这些僧众呢，每年都有一次考功活动，由各个门头各个下院派人到藏竹院参加考试。嗯。考功的话，历史上分好多种。嗯。我们现在坚持下来的有七种。嗯。比如说每年腊月份，这是过去固定下来的时间，首先考参舞，参坐，就参坐的功夫。嗯。参舞就武功。嗯。参医，就这个在中医中药传统医学上面的功夫，要参艺术，写字画画，包括一些乐器，传统乐曲的乐器，还有背诵，就背诵经典，看背诵经典，翻背，就是各种常念，佛教的各种常念，我们现在就选了七种功夫，每年一次考试考出来，每年考试。通过评委，评出来一二三，这样的话，这种激励机制呢，鼓励年轻人学习，同时呢，通过这种考试呢，评委可以跟，年轻的僧侣们在一块交流，也便于提高。这次我们在海外，这个考功，也就是以考武功为主。是这样的哈。可能现在大家明白什么叫考功了哈，看来做这个少林弟子也是挺难的哈，还要学这么多门学科。那刚才您谈到，现在在世界很多个国家都开设了这个少林的分院，大概有多少个分院，有多少弟子？我们在世界各地，都以城市命名，叫少林某某某城市的文化中心。像在海外有几十处。常住在外边的僧众，现在也不少，每年还在增加。嗯，我听说现在国外啊，很多的国家这些这种洋弟子啊，非常热衷于这个少林文化。刚才您提到哈，在很多城市，比如说在2006年和澳大利亚的肖尔海文市，好像我们就签约，在当地呢有一片非常。他们认为是最美丽的地方啊，以这种协议转让的方式啊，赠送给咱们少林寺啊，打造了这个海外最大的新少林寺，是这样吗？是几年前是有这种做法，做法现在还在进展中。听说当时他们把这个城市的名字，中文的名字，还译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叫什么？他们自己认为，叫少文寺。少文寺啊，少林寺的少，然后肖尔海文寺的这个文加在一起，对，可见对这个少林文化是相当的崇拜，是吧？而且我听说美国这个加州把每年的这个3月21号定为他们的少林寺日，是这样吗？是美国加州吧，从2004年开始，他们通过参议会、众议会，投票的形式，把这一天定为少林寺日，所以我们连续多年。每年都会举行一些活动。那边大概有多少弟子？我们直接办的文化中心，有2-3个。然后我们间接支持的中心，有几十个，光加州一个地方。前来学武的大概都是什么样的年龄啊？包括什么样的职业的人群？在海外学少林功夫的人，成分很复杂。有些对中国文化有兴趣，有些对佛教有兴趣，有些是对功夫有兴趣，他们自身有不同的信仰，有基督教徒，有天主教徒，有伊斯兰教徒，有地方新兴宗教，他们有着不同的信仰，他们也愿意，
学习少林的文化，功夫了，少林寺的这种生活方式了，少林寺一些健康的理念了，也吸引着他们。去年四月份我们举办少林寺日的纪念活动，我们在加州有一个演讲，从800人到1200人，最终换了一个1600人的场地，从早上4点一直到下午6点，延续很长时间，几乎场地是满的。那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海外的这些外国朋友对这个少林文化这么感兴趣？而且据我了解，开始啊，可能最吸引他们的只是功夫拳脚，说我要来学一些少林功夫。但是在学功夫之后，逐渐的他们就想去了解背后的这种高深莫测的少林文化，这个是为什么？这个是与东方文化的魅力有关。因为少林寺作为佛教寺庙，最早佛教源于古印度，到中国之后，借鉴了中国儒家文化，道家的思想，形成了一个少林文化。通过少林文化了解东方文化。在一个中国崛起之后，大家想通过少林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所以少林寺这个背景是整个东方，整个中国，所以才能吸引住这么多人向往，这么多人愿意参与。的确，现在提起少林寺三个字啊，它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中国的名片了。是的。到任何地方都得到了地方政府、地方议会、地方社会各界的名流的所支持。特别是媒体就更加热心。零六年有一次，来了500美国的洋弟子来少林寺朝拜，然后来300、200这种大团，每年都会有几期。有些老外还是对少林寺痴迷了之后，痴迷程度是不可想象。比如说让你印象比较深的有什么样的弟子？前几天米兰来了一位年轻人，他为了痴迷少林文化，他用他自身意大利语是他的母语，英语也很好。他为了痴迷少林文化，专门跑到印度去了解佛教，然后他自己心脏天生的心脏不好，心脏不好他还不能坐飞机，为了来少林寺，为了通过坐火车从米兰坐到罗马，罗马再到柏林再到俄罗斯，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再转到北京，从北京再到少林寺，他一趟就得走20多天，在少林寺住上一段时间再回去，来一趟少林寺他得准备两个月的旅游时间，像这样的话，像这样的洋弟子确实很难得。非常的虔诚。那像这样的这种例子还有没有让您非常感动的？这么多年呀，遇到各种各样的洋弟子，有不同背景，特别有不同的宗教背景的洋弟子很多，他为了到少林寺学功夫，背着家人，背着他们的宗教主旨，绕道到少林寺来，然后能跟我们在一块照个相，或者跟我们在一块上个店，或者能跟着学上几个套路，他认为终身对他是非常大的收获。前段不久，一个加蓬内政部部长的儿子要来学功夫，来学功夫，我们给他发个邀请，他直接拿着红皮护照去签证。红皮护照签证的时候，大使馆一看，那小孩来学功夫，拿红皮护照，拿外交护照签证，大使馆就不给他签，不给他签，他父亲就不愿意，说你要不给我们签证的话，那就会影响我们两国的关系，所以他不但孩子喜欢，连家人也都非常支持，支持孩子们来少林寺学功夫，所以我们这几年，跟世界各国，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族、不同宗教背景，就交往都很多。因为佛教讲究慈悲嘛，佛教讲究众生平等，我们不管是属于什么样的信仰，不管是什么样的皮肤，还是穷苦贵贱，对我们来说，
只要愿意来，我们都非常欢迎，非常支持。那除了有很多的这种洋弟子每年要到这个少林寺学武啊，这个探访之外呢，还有，我听说有一年，应该是在2006年，好像俄罗斯的这个总统普京也亲自到这个少林寺来参观过，是吗？是，因为那个俄罗斯普京总统，他喜欢东方文化，他最早从那个桑巴就是摔跤，从蒙古摔跤开始，痴迷东方文化，蒙古摔跤、日本柔道，然后关注到少林功夫，他认为少林功夫呢，更能代表东方的文化，更能代表东方的这个武功，看了以后很欣赏，除了看我们套路表演，同时还看了我们的僧人练功，练一些绝技，绝技的方法，看了以后还是很认可，很感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听说在他来之前呢，安排接待的这个领导本来还给寺里面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说能不能够安排一两位和他这个年龄相仿啊，这个身量体重相仿的武僧进行一下这种功夫上的切磋，这好像当时这个要求还让您非常的为难。这个是普京总统的先遣团，先遣团是他的一个礼宾司，礼宾司的司长就提出找一个年龄相当、体重相当，在一块切磋一些，人家要求我们准备一间更衣室，准备一块地毯，他要换衣服，要到这个到现场进行一个切磋，他第一次先遣团是这样提出来，他第二次先遣团看了我们武僧的练功，一看风格不一样，柔道是事先设定好，就是摔跤，这个功夫呢拳打交替，事先是没法设定，所以就提出来看看练功，看看表演就可以了，最后我们又给他增加了一个餐堂的坐餐，看我们的坐餐的功夫，坐餐的修行，普京认为坐餐结果，他普京自己说嘛，他相信坐餐的结果比练功的结果还要好。据说当时咱们武僧团前后一共表演了40多分钟，对，然后他鼓了20多次掌声。是，他几乎在表演过程中，就没停地在鼓掌，所以这个他的，我们为他也是精心选了一些，适合他看的功夫。据说当时有一个才年仅8岁的小弟子，对，打了一套童子拜佛，是，哇，激动的他最后把这个小弟子都扛到肩上了。因为当时，为了普京的道行，我们的小武僧也提前有所准备，然后在表演过程中也特别卖劲，所以那场表演还是能够代表少林寺的功夫水平的。而且好像这个他临走的时候呢，还上去，拍了拍表演的这个武僧的肩膀，然后您还说，您可以用拳来试一试。他说他不敢，他是这么说的，他怕他还手，当然是开玩笑的。因为我们有几个练的硬气功嘛，让他拍拍，着手顶顶，认为感觉还不错。可以说那一次少林寺之行给这个普京总统也是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给我印象非常好，而且我确信，因为少林的僧人，他能够继承这么好的这个中国武术的传统，这不仅仅是为中国人有益，而且对全世界的人民都有益。谢谢。我从那之后，跟少林寺就接下不解之缘。因为我们的武僧，随着国家领导人，去俄罗斯参加中国文化年的活动，然后普京总统把我们的小武僧请到克里姆林宫做客，后来他又介绍很多俄罗斯的高官，他的一些朋友到少林寺来体验，来参观，来居住。1988年1月，少林寺院内开始公开对外表演。第二年，少林寺组织了少林武僧团，开始了国内外的演出。1998年，成立了少林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少林寺与时俱进的作风与方丈释永信的大义作为一脉相承，以出世心做入世事，是释永信在身体力行中体现出的一贯方针。虽然2009年少林寺上市之说后来不攻自破，但近年来，少林寺和释永信
一直处于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少林功夫啊，少林文化可以说在国内国外啊，这个知名度是越来越高了哈。这种随着知名度提高的同时，我们看到社会上对于少林寺呢也有各种不同的反应，当然肯定的是很多的，但是在这中间呢也不乏一些负面的声音，甚至有人还指责这个少林寺。我不知道方丈您对这样的一些反应是怎么看的？是我们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么他因为关心了，他在关注，关注了之后，他为了希望少林寺成像他心目中那样，为了少林寺更好，就会提出一些批评的声音。大部分的声音我们认为还是有对少林寺建设还有帮助的一些声音。好，那我们知道其实到今天为止呢，少林寺已经走过了1500多年的历史。那么您说自从您担任这个方丈，当年把师傅把这个重担交给您以后，您就不得不考虑少林寺下一个1500年未来应该如何规划。那现在作为少林寺的大家长，您考虑最多的是什么？这少林寺考虑最多的就是在身材培养上面，能不能有更多的年轻的身材涌现出来。在这个修行这个见地上面能有更大的成就。这样的话，这样的少林寺真正能够一直达到长时期的这个鼎盛。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十年间三赴台湾，背后又有哪些故事？他也说就天天盼，夜夜盼，盼少林寺的弟子到台湾去。他是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的亲收弟子，十多年努力最终练成少林绝技铁头功。作为台湾第一位少林弟子，师父释永信对他又有如何评价？于是呢很勤奋，很精进，这很难得的一个年轻人。敬请收看释永信和他的台湾弟子。